鸡蛋就变成这个鸡蛋我们就变成这样，又变成这样，又变成这样，很简单。因为你的碗很棒，碗很棒哦。它慢慢变红了，现在不红了，是是。慢慢最后变成红。变成这样你看到没有？有黑黑瓢虫哎，好黑瓢虫哦。好，这没关系啊，就没要看喽。刚刚想的给他。我的话好多啊，还有大家的。